嗨，晚上好。我好久没有在房间直播了，你们看我清楚吗？晚上好。嗨，哎呦，你把我儿子抱来了。来了一个热心的群众刘娘娘，来拍一个，过来嘛！他把妹妹给抱回来了，妹妹今天乱跑出去了，然后这个热心群众就把妹妹给抱回来了。嗨，晚上好。他现在特别幼稚的用那个尖叫鸡在。逗那逗妹妹，你好幼稚啊！他今天没关门，他就跑出去了，他就跑到外面去了。妹妹她在阳台不好拍，来跟我一起直播嘛，我好无聊啊！啊，来嘛，你化妆的。对啊，我回房间了。那个呢？哪个？逗妈棒。嗯。不知道放哪儿去了。还是真够厉害。耳钉好看吗？这是我新买的。吃的吗？你想吃什么？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吸管？这唐人家买的。为什么买的？因为这样子喝水比较方便，有口红的时候。他还真是随时都在化妆。是啊。我怎么感觉我穿的像睡衣啊？明明这么帅的一件衣服，为什么这么像睡衣？晚上好，妹妹在阳台。我穿的不是睡衣，我穿的哪是睡衣了？我穿的是我平时出门的衣服，它不是睡衣。我瘦了吗？我脸瘦了吗？真的吗？看来我这几天节食还是有用的。下嘴唇涂的不均匀，他口红。啥色号啊？哎，忘了。改天跟你说吧，没有骗你们的，我开个玩笑。你们居然会信左，居然会节食，哇，你们简直了！你们居然相信左，居然会节食。什么？左居然会节食？对啊，你看刘丽菲都不信，这是不可能的。我跟你们开玩笑呢。你要左居然一顿不吃都不可能。是啊，我一顿可以吃别人十顿。你鼻梁上怎么多一颗痣？这是问，这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它只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到对，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这就很尴尬了。你看我的。手指可以让痣马上变消失哦，牛吧！你叫的好可怕呀！你是猫吗？你叫的，那是刘丽菲在叫好吗？妹妹哪有叫这么的惨？我妹妹才没有叫这么凄惨好吗？麻烦你叫可爱一点。妹妹都是很小声的叫的，喵，喵，刘丽菲是喵，啊，女生节收到什么礼物没有？都是全靠自己买，没有收到礼物。你不要走嘛，绝情的女人刘丽菲。哎。只有妹妹对他的吸引力了，现在
那个还没上楼，他。不，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崛起，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要像比漂亮还要漂亮，像神仙一般的女人才是。ZJY 人老珠黄，哪有妹妹可口？我跟你们说啊，这种玩笑在我的直播间是开不起的，如果你再说第二遍，我就把你踢出我的直播间，懂吗？知道了吗？可能是没有看过我几次直播，所以不知道这个人。以为我开得起玩笑，对吧？以为我会哈哈大笑。我知道他不是黑粉，他在跟我开玩笑。我今天发那张自拍的时候，我有问过我们姐姐，我说姐姐好看吗？我可以发吗？因为我发自拍之前，我都会问一下我身边的人，然后她说她就这样子然后我还好，我没有相信我们姐姐的品味，我又问了我们就是我们那个群里的人，他们就说不错，然后我才发的，就事实证明我们成员的眼光还是比 staff 要高那么一点的。还好我没有信那个姐姐的话。对，我现在哦，我眉毛上长痘了。对，你眼睛好尖。我现在什么？哦，我现在头发确实是两个颜色。哪天让包谷摸摸你的马甲线？我和他说过。你干嘛要和他说这个？你好变态啊！你让包谷摸摸我的马甲线，神经病。什么鬼问题这是？妹妹她在阳台一个人玩呢，我抱她，等一下吧，等唐人家回来让她抱。对呀，我的杏儿丁，这个是鹿角，不是，你们还看到我吗？嗨，啊，我真的绝望了。我真的绝望了，不是没电，它是突然 WiFi 一下子没了，变成移动 4G 了，气死我了！这个 WiFi 真的不想让人好好直播了。可以了吗？你们还卡吗？不卡了吧？现在是妹妹真的在叫，不是刘丽菲在叫。出外物的昨天就回来了，你好不关心他们啊？你是不是只关心不出外物？哎，好烦啊！我真的无语了。知道吗？在这个房间玩游戏也卡，直播也会卡。你说干点什么？真是气死人了！觉得，哎呦。好啦，好了就好。没搬呢，说是过年回来搬，现在都还没搬。妹妹在抓门，哇，你耳朵好尖啊！这个不是睡衣，虽然它现在被我拍的很像睡衣，但是它是我穿出门的衣服。飞人学院几集都没看。我在飞人学院买了那个白象，我花钱买的，可心疼。昨天才收到工啊，不，今天收到工资。哦，对对对，我收到工资，报喜，给大家报个喜，我终于收到工资了。那个游戏很难，不让你想充钱的，就是那种很有诱惑力的游戏。谢谢大家。
恭喜恭喜，同喜同喜，我的工资里面也有你们的功劳。大家好关心我的物质收入，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有点对什么金钱没有规划，然后他们就很怕我没有钱，对，怕我穷到连外卖都点不起，所以大家都很关心我的收入，怕我饿着。不想过啊，每次都说要规划要规划，然后每次都还是没有去。这个口红好看，我也觉得它挺好看的，可是色号我忘了，真的。这么清晰的吗？还能看到锁骨？你又在骗我。没有，今天我只涂了一个颜色。但是嘴巴有点干，所以就感觉有点不均匀的样子。没有，今天没有涂兰蔻，我今天涂的是阿玛尼。嘴皮是没有涂均匀，它没有破。宿舍的光是挺好的，试试玩那个村帽夫，隐村帽夫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有点太丑了，那个人物我就不想玩他。这个痣是真的了吧？哪有痣啊？我哪有痣啊？我现在我都没痣了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搬房间，他一直没说。那是起的痘痘，谢谢，那不是痣。真的是非要人家说出来吗？真的搞笑哦。好，请大家记清楚，我的锁骨那里没有痣，如果有那一定是痘。让人很难去用语言去解释呢。今天直播到几点不知道，看看心情吧，可能今天晚上早点睡觉吧，因为我今天上了拍了一天的深写，晚上上课。真的是痘啊，哪有痣是这个颜色的，痘不都是黑色的吗？是真的没有办法，我拿直男没有办法。拍身写小动作难，你看拍身写无非就那几个动作，对不对？拍身写就是我们从出道开始拍身写都是怎么做的，就是那种，等一下，哎，这个手机不能固定啊。对。就这几个动作，我就基本上没有换过动作，我的固定动作。就不知道应该摆什么东西，公式照嘛，它就是要求的比较死板一点，然后自己以前公司会教你，但是现在。都是自己想，都是有经验了嘛，对。哇，快点换头像吧，我现在对我那个微博头像已经看腻了，你知道吗？我就很弱智，真的像个小学生，就是弱智，真的，我觉得好弱智啊，我讨厌，真的。但那个圣诞帽都没取过，因为我
因为我不想再找原始的了，然后我想着反正都要换了，我就一直用着吧。妹妹，妹妹又在抓我的床。今天的升学风格派了两种，都还挺好的吧。就是反正我觉得这次拍这个头像还挺好看的，就希望快点换，而且是用这个发色拍的头像嘛，就感觉以前都没有过。然后就，对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妹妹来，妹妹乖了。不许跑！嗨，来说，大家好，大家好。哎呀，你干嘛咬我？Say hi，Say hi，hi！我要跟你们对视了，Give me five，Give me five。Give me that。你看看大家嘛，来来来，好不容易有个露脸的机会，对不对？这是你第一次直播，哦，不是第一次直播，不知道第几次直播。哎呀，他还没有洗澡了，不要在意这种细节了。来看看他们，嗨，你说我叫妹妹。我今年他的表情好冷漠。我今年不知道几岁了，我很喜欢大家，但是我现在还不会说话。但是，嗨 ，hello hello 嘿，hello hello 嘿，哒哒哒，我们一起学喵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身旁撒个娇，一起喵喵喵喵喵。等一下，他已经被我自闭了，自闭了，留下一个冷漠的背影。妹，妹，没啊？那不愿意看我了，走。我已经把他，对。好雄壮，是啊，他现在可胖了，比起以前。不知道他现在多少斤，下次带他去称一称。我说他现在可庞大了，我没说啥，我说他现在可庞大了呀，我说啥？对啊，我在自己房间。哦对，哎呀，你看我这个记性，真的，你们不提醒我又忘了。对啊，跟大家说件事儿，就是今天晚上你们看到这个发色，明天你们估计就看不到，因为我们今天拍升写的时候，姐姐就跟我说。你快点把你的头发染回来！本来是不让我拍升学的，就是说，就是说不，就是拍升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这个头发颜色拍升学。"然后他就让我快点染回去。对，快点截图。委屈委屈巴巴，对呀、啊，让我染回去了。阿星他今天都染回去了，他不是被说了。哎呀，所以这版真的是绝版升级了。就是我现在头发现在是这个颜色。就是黄色，它的其实红色已经不多了，就是洗着洗着就掉了。
因为它洗掉了呀，就是刚染的时候还挺红的，现在就洗掉了。不是除了黑色都不行，也可以染别的颜色，但是就一定要是深一点的，不能像我这么浅。对，这个颜色不是大街上好多人都这样吗？因为我们不是大街上的呀，我们是中泰国际三楼的。所以你们今天快多看我几眼吧。 Now 就是现在， Now the time, oh, oh, 就是现在。动你们会卡吗？今天唱的，今天我抽到了一首我觉得很幸运的歌，叫做《别找我麻烦》。我居然抽到了这一首，就是从五首歌里面抽一首嘛，有《Beautiful Love》，有那个《木偶》，有还有啥来着？反正还有三首，就是我都不太熟的歌，但是我抽到了《别找我麻烦》，我觉得还挺。幸运的。啊，对，还有香格里拉，还有一首忘了。对，这个考试就是声乐考试，就下面坐着的都是对声乐没有什么研究的，对声乐不懂的，也不爱唱歌的我们公司的 staff 高层们，他们也不懂，只会听，反正你唱的好与不好，他们估计也大概听得出来吧。因为评委全部都不是专业老师啊，是我们的舞间哥哥、经济姐姐。本来周总在了，周总今天又不在了。不是说他不在，我是说他没有。到，对，他走了。但是我觉得路人就是把他们当做就是普通的路人的话，还是就是能听得出来你唱的好不好听的。但是我还是挺紧张的，虽然是他们，我就全程我都是看着那个镜子唱，我都没有看他们唱。工资发了，我已经收到工资了。我的粉丝真的好关心我有没有收到工资啊。嗯，没用完，还没到九号呢，别急，快用完。Now the time, oh, oh, 就是现在。我马上下了直播就要点外卖了，咳咳咳，因为我今天晚上没有吃饭，今天一直在拍生写，拍就是从上午拍到晚上。打算吃啥还没有想好，我想奢侈一次，我想点海鲜来吃。因为我今天和李刚我们两个是最早一组拍，我们只要早上九点就拍，然后那就是八点半就要起床化妆，然后他还早上起来洗了个头，然后我昨天晚上洗了，然后上午拍深写拍了很久，然后中下午声乐考试，然后在下午一点他们说那个另一套的衣服到了，就是拍深写另一套衣服到了，然后又去拍深写，然后拍完深写了我们就上课，就是公演前一天都会再跳一遍公演，因为有补位置啊那些。我想吃那个小龙虾
还有蟹，就是我们这里有个外卖是里面有小龙虾，还有螃蟹，还有年糕，还有藕啊花菜，他们就是把他们煮，就是烧在一起，辣的，好好吃，真的好好吃。但是那个外卖一次要80多块钱，然后我一个人吃我就觉得有点浪费，但是不是一个人吃的话我就又不够吃，你知道吗？然后就有点纠结。还好啦，我吃螃蟹不剥壳的，我都是靠吸，吸到多少算多少，吸不到就算了。不找力干，我们两个人，我怕我不够吃，就是他一份80多，但是也不是很多，就是一人份的那种。说着我都开始咽起了口水。因为他分量不是很多，杜娇，唉，真是让人有点尴尬。丽嘎是他不吃就不吃，但他一吃就吃很多，他就是吃的速度也很快的那种，他吃的速度比我快多了。我有些时候还吃到三分之一，发现他已经吃完了，真的。他昨天晚上回来也很饿，他昨天晚上从机场直接回来的嘛，然后一回来就把我一盒螺蛳粉给泡来吃了，吃的超快，然后说好好吃。然后他平时我跟你说唐丽佳这个人是什么，他就是他说他平时都说啊我不想吃辣，我不吃辣的啊，太辣了不要点，然后饿的时候啊好辣好好吃，就是这种你知道吗，真的。因为我的基本上我的零食都是辣的嘛，然后他就会嫌弃我说你怎么又买这么辣的东西，然后吃的时候他还是挺开心的。能吃辣，广州还是会吃，还是有能吃辣的人的。晚上好，我吃东西妹妹会凑过来吗？我不会让她凑过来的，我会把她给拨开。哎呀，没有指甲，算了。妹妹喜欢吃辣吗？你这个问题是认真的吗？妹妹只吃猫粮，我们妹妹连零食都没有。我每次直播，你们都会说姐今天好好看。画毛膏是什么？对，妹妹真的很朴实，真的，她只会吃那个。猫粮主食，就像我们人要吃米饭一样，不，他不吃零食的。都说了嘴皮没有被咬，是没涂均匀口红。好啦，我很喜欢你们夸我，所以就算我这么说，你们还是每次都说一下吧。我不知道画毛膏啊，可能没有吃过吧。因为我每次直播，我都会画，我都要确保我的妆是精致的，我才敢。按开这个直播键，要不然就是我素颜的时候，我也要确保我的素颜是能看的。对，因为猫猫舔自己的毛，然后会吞进肚子里，真的？真的吗？那我要去跟林嘎说一下。每天起床第一句，好吧，那去买一点吧，因为不知道这个，可能你该知道吧。
我今天没有贴双眼皮贴，其实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贴了。你看吧，每次看到这种你素颜更好看，但是当如果我素颜出现在你面前，还是化妆之后出现在你面前，你一定会选择化妆之后。真的，双眼皮贴已经过时，但是我们团里还是很多人在贴，就想骗我素颜直播。行，我今天素给你们直播卸妆，好吧。我觉得我五官就眼睛长得很好看，就是真的不是自己吹的那种好看，是自己看着镜子都觉得好看的那种。现在还不开始，如果你现在劝我开始，你就是劝我快点关直播。我才直播多久你就劝我现在卸妆关直播了吗？气死我了。你在暗示我。所以我的眼睛你知道吗，我从进团到现在我买过很多次美瞳，我什么直径的都买了，然后还有那个颜色的戴在我眼睛，就是我每次戴了发现之后都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都很就戴起来都像外星人，就是很奇怪。然后我就放弃了，我就想说算了，我不戴美瞳。不，我有几次戴过上公演，反正我自己看着是很奇怪了。嗯，我现在没有戴隐形眼镜啊，因为我不是很近视，我平时也不戴眼镜什么的。我眼睛里没有星辰大海，我的眼睛里有现在看直播的你们。不，我鼻梁不高，我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我的鼻子哦，我的鼻子是属于那种又不是那种好看但是又不能说丑，就是长得非常的适合我这张脸，我觉得就是鼻头很有肉嘛，然后就很有福气的感觉。嗯，对，而且我鼻孔特别小，就你们这样看，就是我鼻孔这样看感觉才就是这样看就没有鼻孔。嗯，对，所以但是我现在每天都会这样子捏鼻子，捏总觉得会把它捏高而已。没有鼻孔是夸，你想着两个鼻孔长得这儿好看吗，就是要这种没有鼻孔的才好看。不，这种是心理作用，就是你我就算是从早上捏到晚上也没有用吧。我有鼻孔，它只是小而已。我干嘛跟你们解释这个大晚上的少女偶像直播间竟在和粉丝争论我有没有鼻孔。什么鬼故事。什么鬼故事啊，请问。你才是伏地魔。我还有鳃，其实我是一条人鱼，我都是用鳃呼吸的。讲讲嘴巴呀，嘴巴太薄了，就是这个太薄了。嘴唇薄的人不要厚一点才好看。
没有拆开夸，我是在说我不满意自己的地方，就是嘴唇太薄了，我不喜欢。要是我变成嘟嘟唇，你们会喜欢吗？可能会被我给吓死。不会，好啦，我知道了。哼。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眉毛画得很英俊？帅一个字了得。有啊，你们今天不是说我眉毛有点粗吗？还有人说我蜡笔小新，在微博评论我，我看到了。但这就是英气、英俊，所以是我自己画的，没有人帮我画。我没有泥塑自己。快点男装公演吧，我非常想让你们见识到我的帅气。我已经跟周总提过两次了，他都没有正面的回应我，他只说你们不是有特殊公演吗？哎，但是特殊公演又不搞男装，真的是，真的。你们觉得我们队男装最帅的是谁啊？除了我之外，你们再说一个。哇！就有人说闹闹闹闹男装哪儿帅了，像个小屁孩儿。还是李飞吧。唉，李飞像一个，李飞像那种学生会主席，那种学习很好的男生。李嘎像混血儿，他像就是那种混血的。突然想起西仔，你不要逗我笑好不好？西仔像那个，我觉得西仔男装。你们玩过《植物大战僵尸》吗？就是那个一开场出来的那个老板，就是你租他房子那个，那个说话的那个，你们不要去跟他说，不许跟他说，我告诉你们，是兄弟，就不要说，不要跟他说，谁跟他说，谁就会，我就会把你当成我的黑粉。不，我觉得我们西仔男装像南洋那多，真的，我觉得特别帅气，他像南洋那多，哎呀，完了，1%，危急时刻。